看这毛茸茸的小家伙，卡哇伊的它就是小燕鸥的幼鸟。青鸟来来去去，这些来自南半球的小燕鸥每年飞行千万里，千辛万苦来到桃园繁殖。野鸟学会与海岸管理工程处将在这个周休二日举办夏候鸟季，有解说员带民众进入小燕鸥的生态世界。那天的地点是在我们的竹围渔港的北堤，然后我们最主要是看那个小燕鸥。到目前现在可能就是看到一些雏鸟，因为抱卵的到了20、25号、26号，可能抱卵的那个巢数会减少，可是那个它破卵的那个雏鸟的巢数会很多。小燕鸥是国际保育鸟类，桃园是它们在台湾最北的繁殖地。为了清查桃园39公里的海岸线有多少小燕鸥，野鸟学会上个礼拜动员40名志工进行同一时间的同步普查，总共发现成鸟168只，雏幼鸟43只，另外尚有孵化中的巢数29个，连续2年都有超过200只的族群。每年我们都把重点放在我们的竹围渔港北堤，还有喜厝港，还有白玉大潭，啊，其他的地方都没有说很真准确的去调查，所以我们今天就是利用大家今天就同一时段，同一天同一时段来前面普查，看有没有到底还有在哪个地方有小燕鸥的出现，有繁殖的记录。这只是野鸟学会第二年的普查，但已经发现不当的禁滩活动、流浪犬入侵、人车干扰、恶劣气候、风沙侵袭等因素，适合小燕鸥繁殖的栖地越来越少。野鸟学会希望借由夏候鸟季的活动宣导，让更多民众认识远道而来的小燕鸥，一起守护仅剩不多的小燕鸥桃园新乐园。记者陈信维大园采访报道。